咁抵嘅，即刻登记先。点解信用卡过数银码贵咗咁多嘅？仲有咁多奇怪电话？喂喂喂，而家点算啊？以上嘅情况可能发生过喺各位身上，就算系朋友 send 嚟都可能中招。点样先可以用手机用得更加安全放心？等我教你用 Smartphone 独家推出嘅网络治安保，有齐上网管家同来电管家，帮你全面保障手机上网同通话安全。Smartphone 上网管家采用国际顶级手机网络安全技术，全天候保护手机免受攻击，包括三个主要功能：网页防护、WiFi 网络防护及应用程式防护。比如近排成日收到假冒积分到期换礼品的短信，又或者有些网站做紧特价机票、酒店优惠，就会忍不住揿入去，但咁样就好容易会跌落黑客的陷阱。有了上网管家，就可以帮你找到这些潜在危机，一揿入去就可以帮你检测同即时作出提示，有效避开钓鱼网站。哇，用翻免费 WiFi 先，费事冇晒啲数据。咦，有 warning 嘅。是不是不安全啊？没错，在公众地方用免费 WiFi 随时被黑客有机可乘。上网管家当检测到可疑 WiFi 网络，会即时提示，等你不会连错 WiFi， 那就放心了。平时在 download 这么多不同的 App 都不一定是安全的，好像有些新推出或者设计不完善的 App 就很容易渗透到病毒，甚至开发商本身有意放病毒进去，但上网管家就会在 download 前帮你扫描，有危险就即刻告诉你。除了上网安全之外，手机通话都要小心。有时开紧会或者打机打得兴起嗰阵，收到滋扰来电，不单止好烦人，甚或至可能是电骗陷阱。你的账户已被冻结，请提供个人资料以作进一步处理。相比坊间的免费 App， Smartphone 来电管家可以帮你在网络层面自动阻截滋扰来电。就算滋扰电话打来，个电话是连响都不会响的，那就旅行那阵都不怕收到不明来电，要给不必要的漫游费用了。而且滋扰电话资料库会自动更新，不需要定期下载，还可以随时看回已阻截来电数目和号码。有不想接听的来电，可以自定黑名单帮你阻截，可以用阻截最后接听来电功能，或者手动输入想 block 的电话，在联络人名单入面拣选电话都得。网络陷阱和电话骗案总有一单在做紧，如果你都想用手机用得更加安全放心，只要是 Smartphone 客户就可以立即登记网络治安保，即装即防护，轻松全面保障你的上网和通话安全。未是 Smartphone 现有客户的都可以立即上台登记这个服务。换生活，乐科技，银华 DK。